玩这款游戏《末刀》，腾讯光子工作室开发的作品啊。第一回手卷，这个还要购买完整版。氛围营造的还不错哦，闪避攻击，闪耍，我被碰一下就挂了，所以我要闪是不是？原来我是个忍者。哦，哦，也不用那个啦。可以反弹了，砍一下。有剑客的感觉哦，有剑客的感觉哦。习惯了，习惯了，我已经变成一名真正的剑客。二连闪了，借砍一下，借砍一下。我已经说借这个字了，好不好？有没有其他的？哦，好厉害哟！我把那个剑给砍走了耶。拯救苍生，为了女人进行争夺，不愧是剑客，有个剑。我们在干嘛？虚影术什么意思？哦，还有这一招的虚影术。哦，这是我的新武器耶。被砍了。这出手顺序还是有讲究的啊。虚影术。剪。虚影术还是算是硬核游戏耶。虚影术攻其不备，减哼哼，我可以绕位置走啊。这什么东西？文情画本啊，言情画本，言情画本。靠背，这样还不行嘞。哇，不会吧？一定要这样子搞我吗？不过大概有抓到一个节奏的，好，我展现快杀哦。往这边好了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鬼神般的反应，
这就是我真正的实力，我是名武器。哎，这武器左上方这边可以切换嘞。好啦，继续。我是一名真正的剑客，可以吸引术一下吗？一切。哼哼，跑去哪？跑去哪？跑去哪？哎、欸，很容易就上手了、欸。我玩多久了？我感觉我已经完全上手了、欸，除非第三回变得非常困难，不然我要大杀特杀了啊、喔！喂、欸，要拿盾嘞、欸！我怎么把它处理掉？哦，这一把好像很强哦，可以克坦克吗？呵呵呵呵呵，攻其不备。我是可以无限死亡，是不是？我可以把它，哦，这个可以把它推开啊。哎呀，推不过去哎。再来，射我、啊！哦，这个他也是挡得住啊。哎呦，我射不过去耶、欸！数千了 啊，很好玩的一款游戏耶，其实做得很不错啊，难怪要付费。这我可能会，哎、欸，可以耶、欸，射得回去耶、欸，砍不坏，算了吧。嗯，还有谁是我对手啊？哎、欸，刚刚我有漏掉一个人吗？算了，不理他了，最后一把了。其实他射的时候都有一个时间差了，虚影术。游戏就玩到这里咯，大家拜拜。